劝修进度师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第76首。卯时日出气苍茫，万象冥冥不复常，香雾丛中花影乱，红尘对敌马蹄忙，响尘处处牵连恶，念熟时时大绝亡，直待无声深尽度，遍周沙界是毫光。好，这一首是卯时意念大绝亡。卯时就是上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辰。卯谐音就是冒啊，意思就是阳气生长，万物茂盛，取这个象为卯时。一般在传统社会，官府办公呢就从卯时开始，所以叫点卯或者化卯、印卯啊，都是指办公的时候到了。这个时候要心心意念大觉王，这大觉王就是指阿弥陀佛啊，大觉是佛的意思，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之王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所以一般无论大觉王、大愿王这些指称都是特指阿弥陀佛的。好，来看这首诗啊，第一句就描述卯时太阳出来了，那日出的情景生气盎然了啊，气苍茫啊，青色的气，苍表明啊那种郁郁苍苍的感觉，茫呢表明广阔无边的感觉。一人太阳出来了，就照亮了所有的景物，山河大地，树木花卉啊，尘衣聚落啊，田园屋舍，哎，这些万象在朝阳的普照下就明明明明白白地呈现它的面目，没有一丝毫的隐藏啊，这里都有表法的意义。当我们心性当中的智慧的慧日显现出来的时候，就能照见一切，没有哪一个地方不被智慧的光明所普照的，没有任何的隐藏啊。香雾丛中花影乱，那清晨，而且这里如果用春季表达，那已经是春耕繁忙的时候，各种树木花卉欢快的生长所散发的各种香味，又有早上的这个轻纱般的
晨雾，他就描述香雾，在香雾丛中能看到各种花卉的影子，非常纷繁，丰富，这都是表达生气盎然的情景。那这个毛石呢，也是一切众生开始要忙碌各种事业的时候，所以红尘对离，马匹忙。红尘是指车马扬起来的灰尘，但以后红尘这个概念呢，就会喻指繁华之地。在佛教，特别是谈人世间，都叫红尘。那这些人世间开始忙碌了，马匹忙，那传统社会交通工具都是马车了，特别是官员坐这个马车是八匹马、六匹马、四匹马、二匹马，那都有官员等级的，不可僭越的。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出现的，现在如果描述不是马匹忙了，而是车轮滚滚呢，各种牌子的豪车在这里奔忙。那这里都表明，在世间的，在毛石这个时候的这种忙碌之相。那描述了景物和世间的忙碌，转过来作为静业行人在干什么呢？他跟世间人忙的不是一回事了，不是为了名利去奔波外境了，而是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。那下面四句实际上境界是很深邃的，想成处处牵连恶。那什么叫想成？就是针对极乐世界的依报，按照经典去观想，宝地观呢，宝树观呢，宝池观呢，宝楼观呢，那这些观想呢，而且是成就了，那就是得到了观佛三昧了，就是观想三昧了，这叫想成，这种观想三昧成就，当下娑婆世界也就呈现出极乐世界的依报了，所以对于成就这种观想三昧的净业行人来说，这个到处都是遍布着青色的莲花，也就是当下就是莲花佛国了。这是想成处处牵连歌，念熟时时大觉王。这个念，就是这是指对阿弥陀佛的意念。念名号，或者观想佛的相好光明，这个念不是一般的闪念了，是熟念熟。这个熟这个就不容易了，那就等于他得到的念佛三昧了。我等众生也在念，
但这个念得很生疏，啊，已经念了6天了。你想想，我们念熟了吗？还是生米饭呢？这个米还没熟啊，啊，心佛还没打成一片呢，啊，那这个行安大师在这说的念熟，就是净念相继啊，得三摩地的一种状态。那这时候，一切时每时每刻都能见到大觉王阿弥陀佛，动念即见，无论是观想依报还是持念正报，都有相当的功夫了。实际上可以说就已经是一心不乱了。那得了一心不乱呢，最后就是直待无生生净土。直待就是你等待着，不是说你得了念佛三昧我当下就要走的，还是要过完这一期的你的命定的寿命。但这时候你得念佛三昧的人，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，他已经是得无生了。无生那就是不是事一心不乱，乃是理一心不乱的，就是当生正的无生法忍，直待无生，获得了理上的一心不乱，在世上还是有临命终时往生净土的事项。自古以来的净业行人当中，虽能是少数，但是是由当生得到无生而往生净土的。净土圣贤录记载，宋朝有一位楚谦法师，他是永嘉人，出生就很不平凡，他母亲是梦中祥瑞的云入怀来怀孕的，怀孕3年才生下来，一生下来就不吃荤腥的，啊，这个愿意到寺院，一到寺院就依依不舍的。这个父母知道他还是有善根，就让他出家。出家之后，他在宗门教下都是非常的通达，于是在江浙一带叫十座道场，就在10个寺院次第的做过主持，有40年的时间。住方丈啊，领众修行，弘法立身，讲经说法，不疲不厌，啊，度化了很多众生，以至于朝廷都给他一个赐号，叫神悟大师。他是在宋神宗那个时代的，在西宁8年4月15日。是公元1075年，这一年，他是早上起来就沐浴更衣，把大众集中起来，先诵普贤恒愿品，还有阿弥陀经。诵完之后，他就生法座，啊，讲开示。称赞西方净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最后告诉大家，
物得无生日用，久矣。今以无生而生净土。说完这句话，又在法座上，即能往生。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境界，这是又临命终时才透露这个消息，说我已经证到了无生法忍，时间还不短，现在以所证的心性上的无生而往生净土。这就是这句诗文的注解。实则像显安大师，他也是属于这个范畴。何以故呢？你看他的生平德业，显安大师也是童真出家，宗门教下也通达，这个就是参念佛是谁，几个月他就说我梦醒了，说明他悟明心地。悟明心地他没有走禅宗的道路，他就一心念佛。一心念佛呢，他的往生呢是在预知时至五个多月啊，他就说我明年4月14日就要往生了。说明这个他又在春香斋又闭关到转年的4月这个10日出关，就来安排后事。安排后事那就是2-3天时间告辞大家，把这个寺院安排好，他就跟着我14这一天决定往生，跟他5个月前的那个话是一致的，而且告诉大家我10日前已经见到西方三圣，今日又见到了，那就2次见西方三圣。到了14日那个时辰，显安大师很自在的坐着准备往生，大家都在助念，那侍者在旁边希望他留个记子，他留的这个记子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境界了。这个记子这样说的：身在花中佛现前，佛光来照紫金莲，心随诸佛往生去，无去来中是宛然。这里就提说自己的神识身已经在莲花当中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这时候他都是限量说阿弥陀佛光明来照在紫金莲，就是自己所做的紫金莲，当下自己的一念心随着阿弥陀佛往生去。最后一句无去来中是宛然，无去来就是无生的意思，无去无来，无去来中证到这个为无生，但不是取证，还是往生的这个事情，这种往生的事情还宛然现前。那也说明显安大师也是证到无生，等待因缘到了再来办这个往生净土之事。
包括觉明妙行菩萨，他也是以瓶子身啊断食念佛七日七夜见阿弥陀佛。那时候他是得念佛三昧了，然后活到他今生的寿命75岁的时候往生。那这个显安大师往生的时间年龄并不大呀，只有49岁呀。但他的视线告诉我们，进一成就，你就可以先承办往生的大事了。当时往生的时候，很多世宗弟子都还跪呀、跪请他住世度生了。显安大师说了一句：“我去极难，我去极乐世界，马上会回来。”那显安大师说这句话，那是庄重的承诺啊，那肯定回来了。但回来了，视线的什么身份，我们是看不明白。反正他肯定是回来了。所以这些净土中的大德了不起的，直待无生生净土，这个理事原理，这种人他对于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十分的把握。那这样遍周杀戒是毫光，在这种念佛三昧的眼里，处处所感触到的都是阿弥陀佛白毫里面的光啊。那这个白毫光是非常的盛大，遍周沙界，就是恒河沙那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，只要有刹土的地方，有众生的地方，白毫光都能够照照。那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一切啊，专摄念佛人往生净土，就摄取不舍啊。所以这是法界当中一件大事。实际上阿弥陀佛的光明仍然也照在我们当下，照在这个青年念佛堂，照在我们每个念佛人的内心。所以这个卯时看着太阳朝日出来的时候，不是这个世间的物质性的太阳，而是我们内心的太阳慧日，以阿弥陀佛作为一个代表啊。希望大家啊，2、6时中啊，每个月都在阿弥陀佛的白毫光中吉祥圆满。南无阿弥陀佛。